今天是周五啊，我们提前把平底锅从学校接出来了，然后平底锅妈妈去超市里面买菜去了，一会儿我们带着平底锅回一趟老家，因为平底锅的姑姑姑父还在老家没有走嘛，所以我们还回去待两天。你这眼怎么了？你今天是不是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是蚊子咬的是吧？不是打架的是吧？是蚊子咬，确定吗？哦，妈妈来了，哇，买了这么多。哦，看平底锅妈妈买了好多菜呀，带回老家吃。这两天准备回老家好好发挥发挥，是不是？嗯，好累，上。让他们看看我的手艺。好。什么手艺不手艺的，能吃不就行了吗？你的手艺一定很棒。嗯。你每次就知道夸我。嗯。我爸妈跟妹妹他们喜欢吃馒头，给他们买点馒头。买了六个馒头，六个肉包子，回去带给我的大外甥吃。上次平底锅的弟弟饭团穿平底锅的那个恐龙服还挺像样的，哎呦！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跟平底锅小时候款式一样但颜色不一样的小熊服。还有眼睛呢。这个回去给谁穿？我亲的饭团弟弟。奶奶工作的地方到了。看奶奶都开心的要死，都在那里面都蹦开了。去吧，你哪个走啊？好好好，我指定。哦，这是奶奶工作的地方。看，给你们买了什么好吃的？你们也买一大包？哎呦！我。这是奶奶给平底锅买的玩具，但是。以此为要挟，让平底锅晚上跟奶奶睡。不是你的，你晚上不跟奶奶睡，就不是你的，不要拆，不拆。奶奶。哦，这个也是电动坦克，看着外面，你看着好像很帅。对呀。都给弟弟吧，平底锅晚上也不愿意跟奶奶睡。二姐，你妈，你不要给他打开了，晚上他不给你等，你一百给他。什么？装上啊？那你晚上要不要跟奶奶睡？要，是不是？要不要？反正不绝对。嗯，反正不讲话。来，我给你装上电池，好不好？这个装好了，要不要跟奶奶睡晚上？不要是吧？那不给。给我。那你说我要。我要。跟奶奶睡，好不好？我要睡。跟奶奶睡，好不好？你要不要？你这是谁跟奶奶睡？给奶奶给谁买的？那给弟弟了。给我们。你看平底锅现在这个样子。看。那这个呢？谁晚上跟奶奶睡就给谁，听到没？给饭团弟弟。好，这个给饭团弟弟了，是不是？你不要了，对不对？行。妈呀，看来平底锅真铁了心了，不跟奶奶睡，那玩具搞都没有用。算你厉害，好吧。奶奶想尽了一切办法买玩具，都收买不了大孙子的心。大孙子就是白眼狼，白养了。他但是就是奶奶最大的错误，你知道什么吗？嗯，他就把他心太软，对，提前把玩具给他拆掉了。他现在平底锅把玩具拿到手了，无所谓了。那刚才如果一直不拆，就这样放着，平底锅为了得到玩具，是会把自己给牺牲掉的。可是现在不行了。还会牺牲自己吗？嗯，他平底锅牺牲自己的美色，换取奶奶的玩具。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已经奶奶心太软，大孙子两三下一求，一撒娇一求哀求，他就把他给拆了给他了。结果受伤的最后坏的还是他自己。谁爱的多，谁就输。谁付出的多，谁就在这场博弈中输掉了。这是奶奶的。不给。怎么不给？你不听话是不是？对不对？他正哭了，待会奶奶还得打你。奶奶在厨房很凶的喊了一声：“给他。”对，有个是弟弟的，不能都要了。你选择你。
只能选一个。对，选哪一个？选哪一个？两个？你想？那好吧。哎呦我的妈！姑姑生气了，姑姑是真大。快去给姑姑一个。滚！不要逛了。抢地的，来抢地的。没有会。姑姑不要逛了。好。可以选一个。你只能选一个。怎么办？快点选，数到三。你姑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买玩具了。以后的好吃的东西都会给你收。你看，听到没？姑姑以后再也不给你买好吃的。你太小气，嗯，都全家人都不喜欢你了，好好好，怎么办？谁喜欢你啊？只有奶奶喜欢你了，去找奶奶吧。你的弟弟太小了，拿不动是不是？就你长大了，拿不动是不是？